聊民医院。哎，需要去医院吗？还是你要不要一起去医院？你要不要去医院？老师，我伤口我先帮你处理一下。你要送去哪里？国民医院啊，旁边那边，对，我看到。你先说，你先留在这里，我还好，我擦伤了。你确定你不去哈？那你不然你就是等一下再去医院，也是可以的，看你，看你，看你，哎。